嗨，各位好，我是秦毅。从05年12月25日一个人去加拿大留学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6年，算起来时间很快。我也想了一想，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多伦多生活，但是近几年确实得到很多机会回到中国参与一些主持的工作，比如说湖南卫视的汉语桥、山东卫视的你好李世军，以及演讲嘉宾身份参与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频道世界听我说的录制。当然我想一些华侨华人对我有一些印象，或许是因为我随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文艺艺术团去到你所在的国家和地区演出，或者是你参与了中国寻根之旅在北京的集结营的演出，或者是你参与和观看了文化中国水立方碑全球华人中文歌曲大赛的比赛。当然很荣幸能够通过以上的方式认识大家，也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在此向你们好。